人家称我最
就是啊。啊，二位嫂嫂，我蠢恶有何得呢？还望二位嫂嫂多多指教，我愿听从吩咐。啊，是啊，这家中之事自然是二位嫂嫂掌管。哟，听听听听，咱弟都养得很起劲。哎呀，大嫂，哎，这家中之事繁多，我都知道，你们要和睦相处，齐心协力才是。知道了。时辰不到，我与三弟也该启程了。Thank you.
喊你变怪，要不然老三这日得中回来了，这个家里还有你我说话的地方吗？说的也是啊，要是老三得中了，那咱娘他不就是夫人了？到那时他就不听咱们的了。哎呀，嫂子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姐姐我倒有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呀？俺就说，老三在赶考途中要暴毙二夫，啊，然后再逼着王春娥改嫁，改嫁。他在一走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哎呀，嫂子，你没看老三个小两口恩恩爱爱，情谊甚着呢，他怎么正肯改嫁呢？妹妹，乖。这能行吗？哎呦，你看我的呀，快去把他叫过来。可了不得，刚才有人上口
在家二字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你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呀？想当初，怪只怪我那死心公婆哟，做梦都盼着薛家出个状元二字在外面听哦。可惜呀、啊，可惜，他薛家就没有这个造化。怎么着？你是想找我们俩白白养活你这个女才子吗？就是啊，反正薛家是没你这个人了，你嫁给人家，他不嫁也得走。听你二人之言，我倒是明白了，只是我与薛郎夫妻一场，若我面堂一句，不敬往后，我再也不见你薛家的门了。
我看不如趁早请王夫人动起不在，但他花灯锦衣首饰都已花了，加上一点儿，找个门当户对的也省得担了你我的大好年华呀。可是我舍不得我那小儿子。哎呦，我的个傻妹哟，你舍不得你那小儿子，可就饶了他这个脸子。要走快点，是不是？但你走不了了。Thank you.
竟然将这包产也变卖了，方才卖出烧吃包皮而来，就要将这包物烧吃了。
酒饭。我吃完了饭再背书。背就背。连朝百倍。连朝百倍。背呀。娘啊，你还是提我一句吧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喂，娘，你是为猫还是为狗啊？哎，为人猫而不忠乎？不忠乎？不忠。往下背。往下背。我叫你往下背。我叫你往下背。读。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你小小年纪竟如此烈性，还不与我跪下？跪就跪。畜生啊！畜生啊！这都是小龙人他。
小东人年幼无知，不懂情理，你可不要生气呀。
来见我寻寻他。小东人快来，小东人快来。啊，快快下去与你母亲认错。他要打我，我不去。他为何要打你呀？因为我逃学。是啊，那你为何要逃学呢？他们说我是野孩子，我不愿逃学逃去了。小东人呐、三娘为了你能上学读书，受了多少辛苦？他是指望你能早日成才，一学不用功读书，他自然要责罚于你呀。那还是我错了。是你错了。下回不做也就是了。还要上写领子。什么是领子啊？领子就是挨打呀。啊，挨打？我疼你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小东人呐、只要你养你好，你母亲有爱子之心，自然就不会打你了。那你救我呀。好，待我教导于你。现有家法在此，你跪在你母亲面前言道：母亲在上，孩儿在下。孩儿放学回来，一言冒犯母亲，现有家法在此，望母亲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大儿一下，如同十下；大儿十下，如同百下。打在儿身，痛在娘亲。你母亲有爱子之意，自然就不会打你了。就这样两句啊，我回说了。小东人，小东人呐、若是你母亲为妻，这两句话是哪个教导于你？你就说是自己想出来的。知道了。啊，母亲在上，孩儿在下。孩儿放学回来，一言冒犯母亲，现有家法在此，望母亲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大儿一下，如同十下；大儿十下，如同百下。打在儿身，疼在娘心。娘啊，你要是真疼我，你就一下也别打了。儿啊，你能说出这样明理的话来，为娘也是不打你了。娘啊，这话可是我自己说的，不是老雪猫他叫的。哎呀，老奴跪下了。老雪猫战战兢兢跪爱臣，实在是难为儿啊。
中呢？小主人他知错了。儿啊，你快起来吧。娘，你不打我了？不打你了。娘，你不生气了？娘，不生气了。娘，雪宝。娘，我肚子饿了。啊，雪宝，你快领一二用饭去吧。三叔母，你也一起用饭吧。三叔母，三叔母，三叔母，小主人呐、啊，你无心病了，待我前去请你诊治。